大多数人并没有听见我在说什么，也没有听懂我在唱什么，甚至连我的声音都没听过，就质疑我的风格，非议我的存在。我不会解释，也不想争辩，只会穿过这些杂音快速生长，不惜成为异类，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。盛世魔音之名为你宣告，你就是未来，你就是明日之子，明日之子就这样唱。